怎么了，哈密？没有很多音乐人啊，一块学唱歌。哦，只有音乐人吗？啊，没事，我就问问，小剧场什么都能说。哇哦！怎么了，哈密？你不是那个？真学了不少歌曲，的确是我们新疆好地方。我最近还开始学舞蹈。啊！你爱学？刚学。我就是最近刚学的。哦，我的亲爱的，那怎么说呀 ？Oh my honey。好不容易在小剧场说回相声，老秦也是没想到自己快被搭档何九华还有台下的观众给撅得怀疑人生。观众们熊熊燃烧的八卦之心算是让九华全说出来。